你一生追求什么，你要什么。我觉得的话呢，就是要充实，要自己做一些事情。那么做事来讲，可不是选择是山清水秀啊，还是鸟语花香啊，这个要做一些呢对老百姓呢有意义的事情。看看你们都是这个村的吗？你们是不是好意思玩去？国家主席嘛，能搁他那这么说话？东西还挺满的，那你都在这儿。交流的时候就像一家人一样，当时没想到总书记怎么能够关心到这么细节的问题啊！两分两寸的人，那还行。哎，按照这个讲，领导有加热的吗？有，谢谢吧。总书记对我们工人成长非常非常的关心。在我老家，哎呀，倒是把我干到九十年里去了。收入还是不错的嘛。嗯，你也要保重身体。好的，再见，再见。看得你们很高兴。总书记他在梁家河当过支部书记，跟农民是想到一块儿啊，这叫心连心。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，根植人民，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。我是人民的勤务员。我们唯有脱力奋发，笃行不怠，方能不负历史，不负时代，不负人民。我宣誓，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维护宪法权威，履行法定职责，忠于祖国，忠于人民，恪尽职守，廉洁奉公，接受人民监督，为建设富强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。宣誓人：习近平。